这是弟弟要做的饼干，但是由姐姐帮忙擀面团，因为弟弟力气不够大，是不是啊？姐姐帮你滚得好漂亮哦，你看，有够漂亮的啦！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姐姐，太厉害了。好啦，你不知道自己压模具吗？姐姐让给你用啦。全部都要用手捏吗？全要手捏。是啊，会不会全部的饼干都很奇怪？哇，好漂亮哦！好漂亮的猫头鹰哦。就是跟它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很棒，来继续做吧。跟它超级一样。继续做吧，如果不行的话，你到最后的料你再用手去捏就好了。OK， 你谢谢姐姐吧。